哟，哥你们来了，说点吧。王华，我还叫你罗勇吧。走吧，去我那坐坐。 父亲是死于交通事故，我干嘛为他报仇啊？你都知道柳红颜的死是谋杀，你爸爸的死，你就不知道真相？洛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已经知道，我开始怀疑你。冯警官，就算我父亲真的是死于谋杀，以我现在的生活。 我干嘛要去报仇啊？你别跟我绕来绕去的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喂，喂。 冯浪，该死了。什么？嘿，有你，好久不见。坐啊，一会儿过来招呼你啊。 虽然我找不到你作案手法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你一定有问题。冯警官，英国有句谚语：“不自作聪明便是聪明。”我觉得你想多了。绝对没有。喝一杯。 你就真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？我说大兄弟，按照你的推断，我确实是整个杀局中唯一一个可能是杀人凶手的人，但那只是你的思维。如果换成上帝的维度来说，我也可能不是凶手。用不着上帝，这事儿我就替他办了。冯警官。 我特别想跟你做朋友。